他刚洗完澡，真的、哦嗯、他刚刚廖凯在帮他洗澡，天很久，所以他这样子。好，今天还好吗？还好，因为我对音乐那个敏感。但其实在 AirPod Pro 就有差了。想想，这有连到，你可以直接试。想想，立刻就觉得有差了。我最近是有点想买那个一个有那个低音的。好，廖凯，你放。不会很贵的喇叭。喇叭。对，因为我那个楼上那个每次他都会。